是我们正在扫这个你的晚睡道，那看到这个是神经的部分。那以往晚睡道症候群的病人，他有麻手麻症状，那一般传统的处理还是以开刀为主。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门诊使用这个超音波机器扫到你的这个神经的走向，然后我们用细的针，在超音波的那个监控之下，直接把药一些修复神经的药，还有一些那个止痛的药打到晚睡道，这样子比起手术来讲，可以更快更快速的缓解你的症状。对，所以这个就是使用超音波导引注射的一个好处之一，而且它看得相当的清楚，那个细的针尖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不用担心会伤害到神经，这样子。